手架当前，提高腰，眼神向村头前。相片当中的女主角是新德市政府民政处的处长施淑婷，出席替代越南射击训练的伊，把相片抛出面前，写讲一对目睭黑黑的时阵，想要滴的一切拢变甲更加清楚，敢那盖文清又阁真飘撇，但是下骹的留言用咩东西来甲批评？打靶对我当过兵的男生来说，绝对是一个难忘的回忆。但怎么射击姿势也很重要，像这样子抵在肩膀上面瞄准敌人，就是一个错误的射击示范，很有可能还没打伤敌人，就先伤了自己。施淑婷把步枪扛在肩胛头上准，后方又吐槽这是非常式的射击，敢袂记得穿有后座的，安尼单敢那会剩一对目睭哦，就是家己咧光火气人。至于我的脸书发文内容，有的人会喜欢，也有些人会不喜欢，那民众都可以自由的表达与讨论，我都予以尊重。施淑婷澄清讲，迄天就敢那翕相，并无真正射击，搁伫网络回应，被发现本名是叶辉志党，伊搁开家己讲，大家拢有看出理想甲现实的距离，理想是要断敌人，现实就是将家己的目睭断青明。所以这个后托一定不能悬空，悬空你往后的时候会打到自己的脸跟眼睛，它的后坐力没办法让我们的那个肩膀去缓冲掉它的时候，它会往我们的脸去撞击。那有可能会撞击到眼球，也可以撞到脸颊，会受伤。穿爱拄伫咧肩胛头，唔是光伫咧肩胛头。正确加穿的姿势，拄伫咧肩胛头会当分担后坐力，唔那省力，阁好行动。穿光伫咧肩胛头，唔那上未准，阁可能断一届，转变最后一届。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专业，像我们的国军，他们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些练习跟要求。敢那介飘飘的相片，竟然是错误的示范。伫咧时时刻刻拢爱正认真的战场，是我林永准官员翕相，嘛爱要求正确，才袂正面的宣传，煞成为互人起笑的话题。BC 新闻台北新竹报道。台湾最好看的台语新闻 ，MOD 请收看《BC 新闻台》。